很成功。但是我要特别谢谢洪教练，请洪教练，还有洪教练夫人在哪里？洪教练夫人哈。那这次为了来我们一德演出，那他们在集训的时候特别安排了，另外特别为我们编了一个舞蹈。那这群孩子，我要特别讲一下，他们真的是除了技术很好以外，非常的有礼貌。我两次呢去跟他们练习，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很有，除了很有活力以外，执行长好，执行长好，一直挂在嘴边好。我觉得这是洪教练非常值得我肯定他的地方，除了把他们笑容教得很好以外，他们的品德也非常好。那在龙潭这个地方以后，大家有需要的话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尽量找他们，他们是一群非常有热情有活力的同学。再次谢谢方树高中的啦啦队，谢谢，谢谢方谢谢你们带来这么热情的表演，说真的。